我看你能不能走动。这个里边有寄养吗？还是吃的东西啊？有寄养，但是我看你这里边有寄养是吧？那我看你能不能走动。啊，好吧，来吧。到底是个啥？今天继续挑战臭宝们寄什么花，就给他养什么花。然后给花友们说个事啊，这个花友寄过来的是一个快递，特别慢，来了有半个月了，在路上是吧？哎，这丢件了。丢件了，又找回来的。反正不知道怎么说啊，我跟花友们说，你尽量给我寄快递的话，尽量是或者是，好吧？好了，今天继续开箱，先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寄过来的这个啊，朱顶红嘛，这不都活了吗？在箱子里边都活了，你说它养不好，小辉儿，啊？不是，就这个东西，你看的，你花友们能看到吗？长根了吧？对呀、啊，人家就是在箱子里面哈，它都能活得很好，为什么到你手里面养的时候就不行了呢？那要给它揪了，揪了重新长，它生命力很强大，知道吧？重新长就行，不用这么爱惜。找个盆一种这个。老花一，我是你的铁粉月半小花匠，之前叫月半小花一，想沾点光，一般的花卉问题还能行，总是围绕光水土气肥拍出法。看了你多期视频，确实学了不少，寄点孝感的特产尝试一下。孝感的米酒不让带液体，哇，感谢啊。他说梅花上面有锈斑小黄点，寄了个样品，说一下木槿花，买回来叶子全掉光了，主要是看一下梅花怎么救。梅花呢？你拍。梅花呢？我给你变出来啊。哪儿呢？我给你变魔术啊。三二一，变。我天，这是梅花，差点给你扔了，我的臭宝啊！你这差点给你扔了，我的臭宝啊！你这个是真的是。哎，孝感什么圆？楚吗？哦，孝感楚圆，这是什么麻糖是吧？嗯，我觉得黑的好吃。你知道孝感人称呼你这样的帅哥称呼叫什么吗？亮白。勺头。勺头是吧？嗯，你问他就行了。好，不是亮白吗？先开箱。亮仔是广东啦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幺一三四嗯，楼恰八搞死。今天喝多少？都成粉了、啊，成粉了，麻糖粉了，还真差不多成粉了。你尝一个。熊猫，别喝我的水！熊猫，你喝我的水干啥？你尝尝，你别喝我的水。好吃吗？喝了你的水了。喝了我水，我刷杯子去。好吃吗？谭鹏一级黑衣演员没在。好，干正事。感谢花儿送来的礼物啊！大家以后尽量的注意一点，节俭一点哈。我这个人很清廉的。朱顶红一点问题没有，这个怎么都能活。梅花呢？这不是梅花吗？梅花呢？这个臭宝这么贴心吗？还给我寄了把刀，还给我送了那么多刀片。开箱用。哎，开箱用。不过他这个怎么换刀片？看你又不会了吧？你会，来，你会。拧开。我还不知道拧开，你给我说个我不会了吧？我怎么不会啊？不过这个刀确实好用，感觉就好用哈。因为他刚，人家刚给你寄过来，你给人家拆了啊？刚给你寄过来，你给人家拆了，拆呗。他梅花咋救？他没弄过来，我咋给他救啊？他自己有是吧？嗯，他图片呢？发的图片，图片他没给我发。啊？星星星星
明年天津新舞台看，路亚西苏在九州，没和自身的。来来来，拿过来一个朱顶红啊！朱顶红现在已经长叶了，这个根儿没事，拔了以后它还会再长，你不用担心。朱顶红它很强壮的，找个小盆给它种上就行。嗯，别的没啥了，也感谢这位花友啊，月半小花镜，爱你么么哒。我是老花姨，养花就在一，想要寄养的畜宝呢，直接私信我们后台就可以了。非常感谢。嗨，嘿嘿嘿嘿。